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与闲观。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血管，那大家可以了解到我们的血管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只是一个管子，只是一个塑胶管那样的一个结构，像这是靠近血管内膜那样的地方，意思就是说靠近我们血流的这个位置可是你看它表面上有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细胞所以如果这些细胞譬如说产生出动脉硬化，那当然这个管道血管的管道会受到一些影响。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肌肉，血管也有肌肉你看这两个这个肌肉事实上是不太相同，我们如果从它的一个厚度来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蓝色所代表的是静脉，那么静脉它有可能也有一些小的这个平滑肌但是跟动脉的这个平滑肌比较之下的话，还是动脉要来的这个比较能够去担负着它要维持血压的功能所以这个动静脉之间的一个交汇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微血管。所以微血管是事实上我们大概对它的一个认知不是很了解，但是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个不是密室风暴但是很重要，营养的交换、氧气的交换都在这个地方来进行。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更能了解其实血管是让人家非常敬佩的这样的一个相对佩服的一个结构。那如果大家也都聚焦微血管，我们比较不会去聚焦，都聚焦在动脉，所以想到动脉硬化等等，其实静脉比动脉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它有一个这个东西这是瓣膜。瓣膜意思就是说动脉它因为有这个血压比较高，然后又有肌肉层，所以它维持它的力道，维持血流往前一定方向的这个力道会比较够。可是到静脉要回流的时候，它就比较不够不够的时候，你看看大自然的一个设想，让人家这个惊为天人你要血流是要往这个方向的时候，如果因为重力的关系这个血流可能会往底下流那我们这里有个静脉在这地方挡住的话，那么当然血流就比较不会往下流，所以这样的持续的能够从后面再继源源不断的血流再过来的时候，才有办法把这个要回到心脏的血慢慢推向那样的一个中枢这个地方去所以在四肢我们这个静脉的瓣膜发挥非常重要，所以当下肢静脉曲张的时候，这个瓣膜破坏掉以后，我们造成的一个血流的压力的改变，那就会产生后续不只是外观的问题可能皮肤局部刺激溃烂发炎的这个溃疡的一个状况会产生出来。所以血流或者是一个流动怎么让它很源源不断的不会说受到某一个影响而在那个地方形成一个滞留，譬如说这个河流好了，我们乱丢垃圾拥塞，最后的结果它一定会发臭可是如果它是水波不兴但是呢是这样的一个清澈见底的时候，你到上面去划个船，那心境上当然是很好所以河流大概可以让我们检视着这个城市健康的一个程度就好像血流动脉我们可以检视着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程度的意思一样，所以提醒自己，当我们身上的血流有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产生出壅塞，有没有这个乱倒垃圾的一个问题好，这是印象派画家希斯莱，法国的一个画家画这个河流的一个状况感受得到生命的一个活力，社会的一个脉动都是从河流中可以衍生出那个生命力出来。所以另外一位画家是20世纪波纳尔，一样是法国的画家，这个河流桥梁东岸西岸左岸右岸等等的彼此一个沟通协调非常重要，所以碰到这个怎么样去沟通协调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尤其婆婆妈妈之间的一个互动更是重要这个理由在哪里，你看这个男生根本不理婆婆妈妈彼此之间就会互通很多的讯息了解。所以波纳尔的画作中女生站的一个
重要，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可是又很特别，他的一个画作中，其实像这样的画作，女生站的一个主，好像是主角的一个地位，或者像这幅画中，女生根本就是主角的一个情形，占的比例还是比较低啊。就算是女生，好像也是在那个地方沉思啊，准备把她的一个思绪凝结，形成那样的一个文字啊，恬静之美啊，可以感受得到。那或者是那个家世的一个辛劳，面孔通通都是不太清楚。那但是为了小孩子，为了整个家，你要去张罗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这个都是蛮辛苦的一个状况。所以波纳尔的画作里面，女生相对啊是比较隐身的，意思就是说她本身呢、看不太到女生，就好像这个画里面人是不存在，几乎不存在的，这个比较隐身在某一个角落，看起来也许她不是主角，但事实上能维持这样的运作是非常重要。像这个女生在哪里？在这里，这好像是迷彩装海军陆战队、敌人不容易发现他的踪迹一样。但是你要维持这样的运作，靠的是谁？不是说在天底下会掉下来，天上会掉下来，靠的是这样子，隐身在某一个地方，让人家也许啊，你不会那么样的直觉去对他表达感恩。但是更重要，其实这就是幕后的英雄啊。好，隐身呢、看不太出来，这个有时候啊，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的、一个七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在街上啊被摩托车稍微撞，他跌了一下，那么告诉我们说这个骨头的地方啊，这个前面髋关节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些疼痛的一个状况。那走路啊约略还可以，但是、已经是快要不能走的一个状况，所以给他照一个骨盆的这个地方的一个 X 光的时候，这是骨盆，然后底下的骨头，所以大家一看好像似乎也没有说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急诊呢有时候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生某一些事情没诊断出来的可能性。譬如说肋骨，我们常常报章新闻讲说，你看肋骨断了几根，在急诊也没诊断出来，好像就是十恶不赦的这个大罪一样。我们请大家到时候有时候看一下肋骨骨折，如果没什么移位，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所以啊，不要苛责，有时候症状还是最重要，我们要根据症状来治疗，这个比较重要。如果这个地方越来越疼痛，那当然我们要更仔细去看看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一看我们如果说这个外面的这个曲线，我们要看清楚，这是正常的这一边，这一边不对啊，尤其在这里，这个曲线是有一个骨折的一个曲线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它不是一个骨头的一个颈部的一个骨折，这是叫转指啊，骨头转指的转动的转，这个转指啊就是在这个曲线的一个范围之内，它发生骨折，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一个下肢的一个稳定度，当然也会发生问题。所以骨头是在这个位置啊，然后颈部是在这个位置，骨头的颈部在这个位置，这是骨头的转指之间的这个地方骨折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当然它就不是只是在那个地方的影响，它影响到整个下肢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对这个病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骨折的情形就非常明显。所以同样的，七十几岁，有很多人家人也许会担心了啊，所以说是不是不要开刀？因为开刀还有麻醉啊等等其他的风险会产生出来。但是更大的风险是这个卧病在床，所以卧病在床久的结果，对我们的心肺功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心肺功能造成后续产生肺部的一个感染，因为这就是病人的一个肺部，大家知道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啊，所以它的一个长轴变长的状况，呼吸功能本来就比较不好，如果再加上长期卧床的话，这个本身的肺部的一个功能啊，绝对会受到一些影响。它影响层面不是说肺泡本身的影响，而是在那些气管、支气管、微小气管中啊，它就可能因为躺着咳嗽不容易，分泌物不容易排放出去的一个结果，它就容易在那个地方堆积痰液，然后痰液就会造成阻塞，这个地方造成阻塞以后，这个底下就容易发炎了，就好像河水不通的结果会发臭的意思一样。所以这个赶快要叫这个就请骨科的医师啊给他做固定啊，因为透过这个其实有时候可以半身麻醉，对他肺部的功能没有影响，同时很快可以把这样的骨钉放进去的结果，这个病人稳定度可以达到，那当然就比较不会有后续的问题啊。所以幕后英雄啊，当然也不一定是女生啊，我们都要感恩的。感谢收看。